跟我来。这也就是重环殿，你在里面吗？各位，我们现在分队去支援各派人马，跟着重环殿那些败类，务必杀个一干二净。近二十年来最常见的武林正邪对战，此时此刻，直到流光最后一滴鲜血，好险！那南天滚狼真有点实力。不知道他练了多少年才如此境界。大男人哭哭啼啼的，像什么杀手？看什么？眼睛长在我身上，爱看哪就看哪。为什么？好难受。那个女人到底是谁？前面的又为何陪我流泪？嗯，好。金姑娘，竟然找人家出来，算不算得上是约会呢？假如男人跟女人出去，两个人混得很开心，应该就算约会吧。这真是人家有花容，友谊的大要剂呢。我瞧你高兴的，那我也高兴吧。就求你收我为徒吧！你想杀掉死缠不休的男人，我想杀掉无情无义的男人。心恨，但有一天敢弃我何去？男人是垃圾，只有他们痴迷我们的份，你何必将心思系在上面？假如你所说的垃圾对女人不屑一顾，那我又算什么？我倒从来没有碰过这等事，那是因为女人不够强，所有的弱者都是向强者靠齐，寻求生存优势，是这样子的吗？假如努力一辈子都强不过他，这女孩怎么会问些我没想过的问题？总之，我传你投掷技巧，哪个男人敢不喜欢你，就暗器射死他。好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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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不是的，不要木兰的眼神，我不想强过你，更不想伤害你。只要你温柔的看我一眼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真是！娘娘没事吧，娘娘？这个男人被射死了，还这么满足？他有死吗？他没死吧？这怪人死的不痛苦，回谷中查一查。你不是被暗器扎满身，该死的吗？这是书生的本事。敢问，就是死亡后一定几率自动复活？你不要有这样幸福的脸，看了很讨厌。没办法，人家心里想的就是我表现在脸上的嘛。你是不是常被男人婆姐姐欺负？请不要称金姑娘是男，你知道的嘛。哦，你被欺负人这样开心，还要帮他辩解，这是男人的浪漫。幸亏有他一半，不，十分之一就够了。请教我书生，我要设法打败叶南天。可以啊，但你们要帮我做一件事情。请说。金姑娘浪费这么大把的化骨钉，一定很心疼。麻烦你帮我收集飞针与红丹，调配出化骨钉送给金姑娘。OK， 飞针跟红丹。哎呀，找红丹，找黑店里那头副棺材就对了。棺材这里吗？
找他。哎，干，这样，敢欺负我，就用飞针刺你们。姑娘飞针可否相赠？仔细瞧来，他有点像虾哥哥的味道。看在某人的份上，就送你吧。好。金师傅，几位找我又有什么事情？给你。你们怎知道我想要这东西？谢谢。一定又是王叔呆子出的主意。金姑娘有没有很高兴啊？哟，你这是他肚子里的蛔虫，这是他肚里的蛔虫，那也就好了。书生，人家差点忘了，这书生的要诀就传授给你们了。谢谢。要好好练，不要荒废活命的武艺。师父，我回来了。师父，师父，好久不见。为师云游归来，久未相见，徒儿功夫是否长进法？这阵子稍微历练了些。很好，为师就传你忍耐之术。承受某段时间的攻击，再一口气将所有伤害奉还。徒儿知道了。我还有一个续性的技巧，希望你找到剑之心再传授于你。剑之心，好。剑技的口诀，OK， 哇，这里死太多人吧。他们有跨年，英国人没有跨年了。是你，这八婆为什么还没死干净？让开。你是崇华殿的人吗？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退出崇华殿吧，我不想跟你打。快让开，我要救我娘。崇华殿的杀父之仇，我不能轻饶。为什么在这种状况下再见面？只会哭。好，先把江小干掉。人家崇尚自由啊。侠，杀了我吧，唯有这样你才能拯救你的亲人。幸亏我不想再和你交手了。那你还打我？子英，让开！可恶，今日便武林除掉你这个祸害。子英，你没事吧？快走吧，不要枉费我的苦心。快走，走啊你！子英，请让我静一静。对不起。耳机，你这没用的女人！
快点解决掉叶南天。夫君，我知道你着急，但是我也快撑不住了。哈哈、啊，还有闲情讲话，看来我该认真一点了。丑丑，今天的本真人就要揭下你丑恶的面具，让世人看看你可悲的面目。夫君，若是我会陪你一起走的。可怜的柳儿心啊，你们要好好活下去。柳儿，娘，你。星儿，你快让柳儿走，快！谁都不许走，快帮我杀了这些人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拖着儿女一块走吗？星儿，无论我们之前有什么误会，请救救爹，还有我娘。嗯。好。好，遇见你一下。好，这边快走。哦，还有哦，又是五针，快转！哎，黑蜘蛛也在。这少年好要的，让我会会你。哦，这边是打不赢的。我靠腰嘞，这么痛！不会是天下第一神剑叶南天穿着一个破鞋这样这么强？我靠，两千！像穿跟乞丐一样，笑死！人家可是有嫁衣成功哎，为人作嫁。我干，这么痛！铁像儿子就是这样子，这么威猛。嗯，就披风一样而已。要撑几回合啊？好痛！不用改啦，改什么功体？我有 Y 啊，我还有 B 耶。我说撑几回合就好了吗？仔细看那个铁面的刀，他拿的是刀不是棍啊，你看他转龙翔断九天的时候很明显是刀啊，双面刀那种的。
都要送面刀。哦，本身土属性哦，不是，到底结束了没啊？不够了，先脱离战场。御花宫冰封已久，为何继承冥宫的绝学？既然尊驾不肯明示身份，就别怪我下手了。子玉，你放过他吧。你让开！我不让，你们快逃！哈哈哈，谁都逃不了。请你一定要记得我。慢着！手给我。鬼师傅，不要去！对不起。花姑娘，花姑娘，难道失散了？新娘，我来了。星汉，爹呢？娘呢？你为什么都不紧张？你真是没良心的木头人！跟我一起去找。星汉，还是完全沉默吗？来吧。跟我走。嗯。十几年前的霸业一切都毁灭殆尽，那我现在的人生意义又是什么？报仇，地牢中的仇人十几年来生不如死的折磨，杀了他岂不是给他个快活？这样叫我叶南天的庇荫，我真报了这个仇吗？那个女人，这辈子第一次感觉心头热血在流。我要去找她，她一定是我弄清楚所有问题的关键。娘，孩儿，孩儿以后再见不到你们了。玉儿、心儿，你们都安好，这样就好，真是太好了。义父，杀掉江小鱼的妻儿了吗？还有愿受责罚？爹，不是的，星儿快完成任务时，突然杀出叶南天，我们和铁面人之地都打不赢叶南天。留着青山在，我们还有再起的一日。义父，还有事相求。说，我要弄清楚一件事。哦，我们东山再起正需要力量。一个月内我会回来，或许带回江小鱼的妻儿头颅。心很累了，你就带他去吧。毕竟找新的根据地还需要一点时间。铁面人留下。我也要去娘。怕？谁说我怕了？我就把你们送回人世间。
夫君，我有时候实在猜不透你，我好怕，好怕你会是我们王室，我不能再留着这样下去。夫君，别担心，我在这里，我做过此生此事都奉献给你。何姬，世间女人皆是虚情假意，只有你，只有你是我一辈子的真爱。夫君，没想到今日竟沦落至此，只躲在这种狭小的地下洞窟。从寒殿当年还不是一砖一瓦建造起来，我也陪你重振威风的。如何？我帮你找了新地方。恩公，十余年前为恩公所救，经由你的指导，筹皇殿没几年就成为江湖一大势力。没想到再次仰仗你，知恩小土豹，我有极为要紧的任务交予你。恩公请说，你先把这个当吻吞下去。那一定是毒药，你何必？事到如今，我必须靠神秘的力量。别担心，事成之后自然会赐给你解药。什么任务如此重要？那我仔细说给你听。